抛下一片片绵密细致的雪花冰，四种颜色层层堆叠晕染开，形成梦幻渐层马卡龙色。放上眼睛跟小皇冠做点缀，雪怪造型出炉，让人少女心大爆发。又或者是来玩雪藏富士山，蝶豆花将它晕染成漂亮的蓝紫色色泽，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奶盖，挖开里头呢，甚至还有惊喜，还有一大块奶酪是身处其中，就很可爱啊，很适合打卡，很漂亮。另一头绵密雪花冰上铺上大块芒果块，淋上馥郁香浓芒果酱。这家位在士林开业50年的老字号冰店，也是不少饕客最爱。鲜艳欲滴的金黄色泽，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。那个芒果味道香香浓浓的，很香，很好吃。热浪席卷全台，冰品商机大爆发。不止街边店生意强强棍，网购业者也统计近两个月销量比起前期激增了2.4倍，搜索量更是超过100%。进入夏天了，而且暑假期间大概成长了大概有20-30%的来吃冰的客人，这样子，独角兽啊、西瓜打针都是比较热门的品项。盛夏酷暑，吃冰消暑，再配上浮夸造型，玩创意的同时，也要让消费者吃出新意。环宇新闻柯冠成、张雅竹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